叱风云，我任意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快问快答。第一题，国泰之中有交到朋友吗？我黄飞鸿，黄家宏，黄家宏，我忘记了。对了，我抢答抢答，没有，我也没有，好难过。有啦，国泰的各位伙伴们都是我们的朋友，才不是这样，好顽强哦。哥哥姐姐们，哥哥叔叔阿姨们，阿公阿妈们，对不起。心目中最想要的直属是谁？我的女生是玉如跟佑真，男生是风平。我这样吧，因为他一开始就问会不会抽烟，很称职。女的吗？青青姐吧，她比较好玩。好，够。我觉得风平是吧？够。等等，风平是什么？色狼。好，然后我觉得风平是狼。看看你。我觉得嘉诚还是很好的，所以还是想要他来当我的直属。然后女生，我觉得都蛮想要当的。当的姿势都很好，说，这他们都是神子吗？然后我的男生应该也是嘉豪，变态，不然就是藤阳哥或俊霖。女生的话，也不错，也不错，当然不错。子训的阿妈，子训的阿妈，啊，子训的阿妈。女生的话应该是韵如姐跟佩仪姐吧。有没有后悔来国泰实习？你又怎样就怎样。其实我觉得说一开始来国泰实习会觉得说有点排斥，因为大家对一开始对保险业的印象都没有很好，但是我觉得说来这边我就了解了保险业务的辛苦，跟其实他们平常都蛮欢乐的，那我觉得这边是一个蛮不错的大家庭，所以应该不会后悔，应该不是应该不会后悔。我很庆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这样子就可以逃掉我那边的工作一个月，我超开心的，真的超级开心，但这里也是很好玩，赞，可以。我后悔，因为每天都要很早起床，然后晚上要上班，好累哦。不要让他过。我没有后悔，因为可以玩狼人杀。龙哥，我要走。我超后悔的，后悔没有早点。对谁有最惊讶的事情，或者是听过谁谁谁觉得很惊讶？惊讶的事情，这题我抢先。好，今天要给我超大的惊喜，好让我跟大家都不同天考试，在父亲节当天考试，我超惊喜。哇！给他一掌声，给他一掌声，对呀，我运气很痛。我那应该说就是，感觉以为当保险业就是会很辛苦，感觉每个人都会忙来忙去，可是感觉在国泰里面工作的环境好像蛮轻松的。然后也可以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，对，很多乐趣，八卦，八卦才重点。先卡卡卡。我这题还是，我觉得大家都在玩宝可梦，而且玩得很，我在玩沉迷，我觉得有点惊讶，就是第一次看到公司有这样，对，我最惊讶大家都很会玩狼人杀，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会玩狼人杀。我觉得就是狼，加一加一，我还是不会玩。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餐厅吗？除了马克，其他都还不错。他没有冷气。我怎么没有冷气？而且上餐又慢。哦，这是要给 Google 评价0.5星的。其他都蛮好吃的。不错的哦，应该是那个什么泰屋吧，泰式大泰屋。大泰屋，我觉得那家还蛮好吃，而且蛮便宜的，对吧？还是奶茶好喝。没有说的啦。对啦。是的。对。那应该什么都好吃吧？对，我什么都好吃，我觉得这边都很好吃，对，太棒了。是那个韩宫也好吃。哦，不要。那个韩式料理，国泰附近的某某韩式料理，绝对不要去吃。韩叉叉锅，哎，对对对，不要去吃。没有人在公司，没有人在公司。韩叉叉锅吗？记得哦。有哪里需要改善的吗？是什么地方改善？全部我们都可以讲。所以人也可以吗？可以。嘉宏，身高。是嘉宏，我是你，我挡他了。要换实习生。那个不要来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。让过，谢谢。需要改进。都很完美。我觉得都很完美。电梯再多几台，电直达电梯再多几台，不要拿人杀再玩多一点，然后直接把楼梯给用掉。对，不要楼梯，电梯不要那么多区间车，电梯消费车之类的，不要那么多区间车。保全尽量找正妹，对，这个保全正妹有个赞的，对，赞了，赞，他是每天上班的动力，要赞啦。谁最专业？哇塞，这个挑起分歧的人，挑起争端。一人讲一个，谢谢，爱谁谁。谁最专业？最 pro 的。
当然就是经理了，还有谁？哦，官腔，官腔啊，那浩浩，专业是指哪一种专业？就是说带人出去的，还是像我会觉得是小姐？对，我觉得小姐很专业。对，小吃饭啊，我知道，我要补充，美食专业的话一定是健教。哦，一定要吃的那么好，可以有什么意思？他吃的很好啊。对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很专业。哇，官腔，可以拍拍手，哒哒哒哒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术业有专攻，就像小花讲的，都有他们不同领域的专业。哇，对。其实我也是，我要跟风。跟风。我这一局不太行，要票他，我想票他，他真的跟风而已。最后想给大家的一段话，来到国泰实习，从畏惧保险到接受保险，甚至觉得保险很重要，看似简单的事情，但真的要改变自己的想法真的很困难，但我们无畏都因此而改变了，这也是说国泰是可以让人信任的，虽然未来可能不会走这行，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位过客而已，但你们却成为我心中的贵人，是你们让我知道保险的重要性，当然以后想投保第一一定会想到你们，因为你们值得，国泰人寿，因为你值得。在这实习的期间获得最多的，我们认为是俊翔教给我的人生态度，这无关工作，对于还在学生阶段即将踏入社会的我们，手把手的将他们的经验无私的分享给我们。最后我想谢谢大家，眨眼间就来到了尾声，当初怀抱着好奇的心又参加了，没想到又成为了一生难忘的回忆，甚至影响了往后的人生。毕竟保险是终身的事嘛，虽然我们在这只有短短一个月，但却能感受到大家对我们满满的爱。因为你们让我们这次暑假收获满满，也过得相当充实，真的好爱国泰的大家，说实话好舍不得大家哦。希望大家不管过了几年都还是可以记得我们，未来的日子我们也可以像朋友一样常常约出去玩，因为你们的欢乐总是带给我们满满的幸福。And I'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.